上个月模拟考考怎么样？不知道哎，成绩大家没有寄来吗？我们班的小猪说他去上那个什么应用地理中点心法，考不好就直接转去放牛班，这样都学不好，去哪都一样。吃饱了。不是你态度啊，话都没讲完，你们根本都不了解我。我所做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接近你，不是伴。